好啦，我知你第二份手信已經打咗俾我哋噶啦喎，你相當之犀利添喎，點知道？因為其實大家睇緊頭先嗰個《如果我們不受傷害》同埋呢只《我為你而來》呢兩個 music video 咧，基本上係要過多兩個禮拜到咧先會係啊先射去53個國家嘅。咁其實我哋喺香港係大家。 偷步睇下先嘅，冇錯啦，多謝曬你咯，宋上嚟俾我哋。咁其實咧，你都要講講呢一首歌，其實有啲咩特別之處咧？呢個歌《我為你而來》其實個曲係黃國倫咧，係一個台灣好出名嘅作曲家作嘅啦。咁呢個歌我覺得個感覺就係有啲抽象嘅，同埋喺拍攝過程裏邊咧，個導演都要嘥好多心機去諗，因為啲歌你基本上嗰個意思唔係講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，你好難去拍攝嘅。咁所以。 抽象嘅時候，我哋就揾咗一個抽象嘅攝影師去拍啦。邊個啊？咁亢都係同我合作嘅電影嘅《盜我風》啦。就係你因為同你合作嘅電影，所以就揾佢拍埋呢個 music video。係啊，因為我之前唔知嘅，我唔知佢會拍 music video嘅。咁我大家啱啱完成一部電影啦，同阿嘉偉啦，咁佢話我很喜歡拍 music video，你可以給我機會拍拍吧。我話我不知道啊。然後呢，他就咁叫個導演。 就揾咗佢，咁見到，佢就誒 ，hello， 李明，我們終於有機會見面啦。嚇，咁就拍咗咯。咁拍咗啦。咦，咁你滿唔滿意啊？我滿意，我滿意。基本上大家睇過以前嘅電影，譬如《重慶森林》啊，係咪先？佢嘅攞鏡位啲嘢咧，都係比較唔同一啲嘅。嗯哼，即係其實你今次呢首國語碟咧，都好多唔同嘅嘢帶到俾我哋嘅喎。其實以往嗰啲有少少分別添喎。以往唔同咧，以往係會由廣東歌改編5隻歌，佢國語歌。 咁今次十首歌係原創咯，咁基本上成張唱片嗰個可聽性係非常長咗咯。而且同咁多唔新嘅朋友或者合作咧，感覺係點啊？感覺係每樣嘢都係充滿新鮮咯，同埋自己之前做好多準備功夫，因為每啲歌都係好新，咁你要背啊、聽啊、聽到熟晒，培養感情之後，先至能夠入個感受去錄佢。嗯，我知你未來日子入邊宣傳工作相當之忙咯，添嘅。喺百忙之中依然抽空上嚟呢度咧，就係多謝曬你嘅。不用客氣 ，Anna。 唔好咁講，咁啊，最後送上俾你我兩首歌，就係呢個星期嘅推介歌，知唔知邊個唱嘅咧？請說。譚詠麟嘅《情中情，戲中戲》之後咧，仲有謝明嘅《流星》，今晚再次多謝曬呢個嘅。多謝 Anna。拜拜。Good night， 拜拜。